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乌军在当地时间2月23日晚间宣布啊，又击落了一架俄空天军 A50 预警机。这一架预警机啊是升级版的 A50U 啊，被击落时机上有10名俄军机组人员，估计已全部丧生，包括5名少校、3名上尉、1名军事长和1名中尉。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中将在社媒发布了俄军预警机被击落后坠毁燃烧的相关视频。击落地点位于亚速海东岸俄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叶伊斯克镇附近啊，距离乌克兰军队前线阵地220公里。击落时间是当地时间2月23日18点44分。距离前线这么远，已超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射程。美国交付的 AM120 中程空空导弹的射程也达不到这个距离。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披露了击落俄军 A50 预警机的细节。该局一匿名官员说啊，这架 A50 预警机啊是被乌 S200 导弹系统击落的，是经过现代化改进后的 S200 导弹系统。俄电报频道歼击轰炸航空兵承认有一架 A50 预警机失去联系，但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俄紧急服务部门告诉媒体，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卡涅夫斯基区啊坠毁啊，引发大火，过火面积超过250平方米，现场已被封锁。跟以往一样啊，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宣称这架 A50 预警机是遭到了俄军自己防空部队的误击而坠落的。不过这种说法估计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A50 预警机被击落，当地的居民呢还拍摄了图片传到网上，另有相关视频则显示这架 A50 预警机的飞行员在被击落前似乎意识到问题，在发射干扰弹的同时尽力地驾驶笨重的 A50 预警机机动躲避。今日乌克兰证实这架 A50 预警机成功躲过了第一枚导弹，但仍被第二枚导弹击中了。 A50 预警机是俄罗斯空天军乃至整个俄军最宝贵的财产，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架被击落的 A50 预警机啊，是现代化版本的 A50U，价值约 3.5 亿美元，是俄军的一个大宝贝儿啊。截至目前，俄军仅剩一架 A50U， 另有 A50 系列预警机6架，又有说总共只剩6架了。之前的1月14日晚，乌军已击落了第一架 A50 预警机。而更早一些的去年2月，乌克兰特工使用了无人机炸伤了一架部署在白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据称这架 A50 预警机被炸伤后啊一直在修理。也有消息说这架 A50 预警机被炸后因为关键结构受损而只能报废处理。预警机被称为空军的力量倍增器，它可以监控广泛空域内的飞行目标，对己方战机和地空导弹部队啊起到警示作用，规避风险。据说啊 A50 预警机能监控300个目标，并能引导对其中12个目标进行攻击。这功能啊类似于传说中的千里眼啊。如果全部被击落，其空军攻击机轰炸机岂不是要变成瞎子了？在乌克兰战争中啊，俄军的 A50 大致被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和辅助啊部署在乌克兰东部广泛战区内的俄空天军，进行对地攻击，帮助苏-25投掷铁炸弹或者苏-34投掷滑翔炸弹，攻击乌军阵地的前沿工事。同时如果乌军战机起飞应战， A50 就会通知苏-25和苏-34们规避。有些时候啊 A50 会通知半飞护航的苏-35战斗机直接向迎击的乌军战机发射中远程空空导弹。第二，当俄空天军对乌克兰境内基建设施和平民目标啊发射巡航导弹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 A50 还会负责监控这些导弹的飞行情况啊。如果导弹被拦截， A50 可以在地图上标记出拦截发生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啊俄军便能够判断
乌军防空节点的配置情况。假如从中啊找出了乌方的防空破绽，俄方就有可能趁虚而入，造成更大的破坏。除了被击落一架 A50U 预警机，2月23日到24日还有一架苏-34战机和一架伊尔-22M 指挥机被击落，一共是三架飞机。这一次俄方损失的价值接近5亿美元。另据统计，过去7天俄空天军已经被乌军击落了10架各型飞机，创造了新的记录。之前已介绍过啊，乌军曾用一架德国援助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先后击落了18个目标，其中包括3架米-8直升机、1架苏-24轰炸机、10架苏-34轰炸机、3架苏-35战斗机、1架 A50 预警机，击伤了一架伊尔-22M 空中指挥机。最新消息，在 A50 预警机被击落后啊，向阿夫迪夫卡攻击的俄军2架苏-35飞机和3架苏-34飞机当即终止任务。这也从侧面说明啊，预警机对前线战场的作用很大。虽然乌方没有承认，但分析认为乌克兰空军可能已经用上了更先进的雷达系统，能够准确地掌握俄空天军战机的飞行轨迹，同时使用移动的爱国者系统和 S-200 防空导弹到处伏击大俄的空天军。这对于大俄空天军来说，噩梦刚刚开始。2月24日，乌军无人机又光顾了俄罗斯境内啊，这次啊是利佩茨克的一家钢铁厂，损失情况还在评估中。同一天，位于莫斯科贝戈沃伊区的斯霍伊航空公司仓库啊突发大火，疑似啊也遭遇了乌方无人机的突袭。这可能是乌总统日前说的要给俄罗斯带去惊喜之一，打击俄罗斯经济，削弱俄军战争能力，将战火继续引向俄本土。前线消息，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又向斯特波维剩余地区进攻，乌军第47旅开动 MEA-1 埃布拉姆斯坦克阻止了俄军的进攻。同时在拉斯托克凯恩、斯温尼村、斯特波维等地，双方战斗还在继续。最新消息啊，俄军2月24日在阿夫迪夫卡地区继续向前推进，并控制了拉斯托奇金村啊、马林卡、新海利夫卡前线。乌军在炮兵配合下，从新海利夫卡以南 1.9 公里宽的几个阵地上分别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其他战线的战斗依然在进行中啊，变化不大。眼下在乌东战场，乌军呢明显处于守势，比较被动啊，这种局面急需改变。被动容易挨打呀，而且俗话也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味防御就等于后退呀，所以还是要尽快找个突破点，主动出击才行啊。乌方24日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乌军新歼敌770人，同时摧毁俄军坦克8辆、装甲车15辆、火炮36门、防空系统2组、战机1架、巡航导弹2枚、无人机31架、后勤军车28辆、特殊设备一套。数字说明啊，俄军在经历连续8天单日损失超1000人之后啊，放缓了进攻的速度和力度，可能损失太大，有点吃不消了。在俄乌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访问了乌克兰。2月2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在社媒上写道啊，在基辅纪念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两周年，并庆祝乌克兰人民的非凡抵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包括财政上、经济上、军事上、道德上，直到乌克兰最终获得自由和胜利。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比利时总理亚历山大·德克罗和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当天也抵达了基辅进行访问。多国领导人表示，只要有需要，都将继续援助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国内发表了俄乌战争两周年讲话，他向乌克兰保证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同时认为需要加强欧洲的威慑和防御政策。有关调研显示，目前近2/3的德国人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英国承诺啊再提供2.45亿英镑，
为乌克兰生产火炮弹药。截至2月24日，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已经与乌克兰签署十年期的安全合作协议。预计还有更多国家与乌克兰签署该协议。欧洲正在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抗俄。2月24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与欧盟外交负责人博利尔交谈后表示，欧盟将在3月底之前向乌克兰再转移近17万发弹药，并将努力增加供应量。他还再次宣读了代表50多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国际法院2022年3月16日的临时措施令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其于2022年2月24日在乌克兰领土上发起的军事行动。该命令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由俄罗斯联邦执行。博利尔在社媒上写道，乌克兰终将获胜，俄罗斯将被追究责任。2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面战争两周年之际啊，向全体乌克兰国民发表了讲话。他说，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我为每个人感到无比的自豪，我钦佩你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个人，任何正常人都希望战争结束，但我们没有人会允许我们的国家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关于结束战争的词中加上按照我们的条件结束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和平这个词听起来总是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的历史中，独立这个词将永远站在乌克兰这个词的旁边。让我们为之奋斗吧，我们会赢，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感谢所有士兵，我们的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支持我们和真相的人。荣耀属于乌克兰。好了，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我做俄乌战争专栏也好，做哈伊专栏也罢，只是想做个播种者，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啊，真实的消息，向志同道合的朋友传播正义、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给一些打赏。您的一份打赏，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给我坚持的力量。我是大熊，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我们下期再见。